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桌山，上帝的餐桌。开普敦当年欧洲人第一次登陆南非的港口，这是整个南非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风光旖旎，高楼林立。这一程让我们来探寻开普敦的另一面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呢，就是南非的乌索，它是以前呢就是一个仓库工业区，那现在呢就变成了最网红的涂鸦街区，还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大师在这里做了他们自己的作品。南非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彩色的街道，那都是曾经的历史。在这个涂鸦街里面呢，我们竟然发现了一个具有中国元素的涂鸦，我看是一条龙。作为开普敦最老的街区之一，这里早年间是黑人与穆斯林的聚居之地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涂鸦街区呢，原来是属于南非开普敦本地的穆斯林。那穆斯林呢，原来在开普敦呢是被受到歧视的一个种族，所以他们把整个街区呢画得非常五颜六色，是为了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新的希望。这是一个神奇的街区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另一种声音的表达，看到你不曾想到的非洲景象，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宣泄。